为什么妈妈没有来？为什么呀？我是他的女儿，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妈妈的。我有点犯不稳了啊，你平复一下，平复一下，我帮你拿着。你是不会有点不舒服吧？没有。你站稳啊，站稳，站稳，把眼泪擦一下。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你妈妈没有死，你妈妈还在，还在。没有死。对，她在你一岁左右的时候离开的你，但是她离开的原因不是你爸爸所说的。把他打走是另外有别的原因。我告诉你的这个情况可能很残忍，但是因为你已经成年了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有一个神秘人知道这前因后果所有的完整的事情。你想知道吗？想。你想见他吗？想。你做好了心理准备吗？嗯。那我们再开一次门。好，你自个儿去开。嗯，好吧。